小摄影机哦，小摄影机哦，酷啊，第一视角。飞下去啊！哦，还可以，反正汤也不熟。去倒进去。等下再炒一下。30多分。我要一张卫生纸。这样好不好？可以。不要啦，浪费。铁男，我那边的铁锤直接敲。不用啦，这个软胶锤啊，不是铁锤，不错。粘板而已，很好劈。我之前劈那个很硬。这样好硬。干嘛？那这边敲敲门。你要让我？这样可以，我还没拔，我还在熟悉啊，因为不太习惯。对，再下去。可以吃什么吃不可以吃，因为我妈看我都。
是后来我没煮，他就飞走了。要不要加一点盐巴了？蛮高的啊，我们今天要跟他订床，反正还是最贵的，所以我要想。这个给你啊。给你啊。没关系啊，我讲。应该差不多。九寸打没有用那个，用小一点。没关系，有人是喜欢贴纸的。好，好，调漂亮一点。其实这蓝色很漂亮，比便宜漂亮，人家都想买了。全套好了哈。